Thank you.
是那位万军的耶和华。主，我们要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外面千日。主，多么的蒙福可以来到神你的家中敬拜你、赞美你、高声的赞美你。主，何等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跳舞唱歌，没有拦阻、没有束缚的赞美。主，我们要珍惜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身份。主，我们不是看人，我们不是看环境，乃是我们的心就是一个要赞美你的人。主，今天早上的祷告赐给我们那个真诚敬拜的心，让这里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都要献上最真诚的敬拜。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何处，无论有谁在我们旁边，我们就是要真实的敬拜你。愿赐下敬拜的恩膏在我们每个人当中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敬拜这位万军的耶和华。心肠，肉体想你。
圣灵啊，你来掌权，圣灵你来运行在当中，无论是讲的、听的，我们都一样的被蒙福、被造就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荣耀归你。奉耶稣的名字，我们同心合意祷告。